我那时候一看到他这件衣服，我就说哇，这是阿才哎。刚阿才来帮忙跨红字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温，我是曼玉。因为之前我们拍的落柜呢，就是引发了很大的回响，落柜族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一个大特辑，专访落柜的衣服，落柜时尚秀，欢迎欢迎。只要看到郭瑶穿什么衣服，我都可以马上讲出来他今天是扮演什么角色。虽然他没有故意要 cosplay， 但我都觉得他是在 cosplay。而且我每次都兴高采烈穿着新衣服，然后要参加 studio 下的聚会，然后他们一定就会发现像某个角色，然后我就不太敢穿这件。请来介绍你的第一套衣服。这件衣服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无印良品有一个是日本才有的系列叫 Lego。然后它是只有就是复兴的微风，还有大叶高岛屋、塔卡西玛雅，如果讲错请纠正我，谢谢。这目前只有这两边才有，然后我都会专程就是一定要去逛这个 level 系列的无印，才不会被人家撞衫。为什么会不容易被人家撞衫？因为这个单价比较高。它有什么小细节吗？它细节就是第一个就是它很方便脱。这么贵的衣服应该这样扯？没有它。啊，就是这种珍珠扣就可以直接这样关起来。那为什么不烫？是因为这个衣服不能用一般身裙烫，所以它材质比较特别。它这种布是有上一种特殊的胶。那产地是哪里？中国。没有花胶。可是它还是在中国制造好的。哦，中国制造好，放去日本，从日本再飞过来。大家有注意到这边有一个缝线？我真的没有哎、欸。有一个缝线。这缝线就是要固定，特别要固定它的这个门襟，然后让它这边就是有空一块出来，就代表说是它原始的这个门襟的指点。什么意思？这不是人定就听得懂。我发现你好像很喜欢穿这种领。对啊，就是无领、立领啊。我刚讲错了，无领就不要帮我揪掉。不专业。对，不专业。因为一般的立领啊，它的领高大概2到3公分，这个大概1.2而已。这是所谓的黄金比例吗？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设计啊，跟别人不一样啊。那我这样算立领吗？算啊，但你这就很宽，我就是一般的立领。那我呢？你就是一般 T 恤啊，圆领。圆领偏荷叶。我那时候一看到他这件衣服，我就说哇，这是阿才哎。那时候你跟我一样去这个百货，然后有牛车在前面拉，对，超级无违和。大小姐，是安尼啦，我最近有存一寡钱，啊，穿这个扒人，要予伊当作你的生日礼物。这是啥物件啊？你莫拍啊！你的啥物身份？你喊我，你不会听我吗？徛较紧的啦，紧的啦！你好，你好，感恩。认吧，它这个扣子的设计真的棒，你看它扣子是有牌子的，连扣子都有牌子的，细节都看不出来。一般房间买东西，我们就会发现它上面是没有字的，就可能拉链上面都是空的，会写 YKK 啊，那就是代表是 YKK 拉链，就是比较高级。然后 好像这扣子也是很有名的，专门出这个扣子，就叫 Snap， 所以它光贵的就在这个布料。那我问你，你穿到现在有多少人都发现这件事？没有人，一个都没有，就是自己心灵的富足。对，而且它一样 level 系列，就是后面都会有这个吊，就是可以这样把它拉起来。就是逛太久，就是哎，走了走了，这样。那我们请大师讲评，就是我们的师姐或是任拔。哎，感恩。哦，我昨天啊，跟我太太啊，就是有吃。啊，不要讲这个啦，就是你哪？人生有两件事情我们不能等，一个是。我一直都放在心里，一切都是缘啊。下件来了，送你买这件，就是它的花色漂亮，但我觉得这个袖子要卷起来，这样我手臂的比例会看起来比较长。所以你会建议大家买这个衬衫都要折两折吗？对，而且你看这边有没有，这边没有折，对不对？我看起来是就是这样子，有点卤。可是折起来是哦，有没有看卤跟龙的交替？卤，好龙。好正向的一个人的，嗨，等一下要吃什么？卤，哎，曼玉，等一下吃我好。龙，嘿，曼玉，
姐好吗？好，反正重点就是你这个要折两折。对啊，折两折是很重要。请大师讲评。这一件呢，就是六条通里面的红牌牛郎。你知道是牛郎还是嫖客？好哟，问太大了，好像就回来又出差，烦死了，心情很差哎。你还有我啊，来，哦，还是你最可爱。太太真是的，真是称赞人哎。嗯，见到你最帅呢。谢谢，还有一点，我最近手头有点紧。好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谢谢谢谢太太，不要一直讲钱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再次一个。这一套管什么意思啊？好难懂哦。这名书封日本古着啊，印第安啊，图腾，好长的名字哦。而且你们看，这最厉害的什么是牛角扣哎、欸，牛角扣一颗超贵的。这个是我那时候就去中山一家神秘古着店，是我朋友推荐我，那时候你也在没？然后就说，哎、欸，这件上面是我的名字。然后温总就说有哎、欸，然后就买了。刚刚想说可以拍了，可以拍了。可是这件是很舒服的外套，而且很百搭哦。百搭，这个叫百搭，就是你里面不用穿什么外面配件外套，人家觉得你有认真打扮啊。每个人的衣柜里都缺少了那么一件有记忆点的外套。哇，这真的超记忆点。那后面那个破洞也是设计的吗？对啊，后面这个破洞，这个哦，这个对，这个已经破两个洞，这个也是设计的。对，这个还是我卖给各位观众。你后面破两个洞。你好意思买啊？请问你觉得像什么？我第一次看就是想加朱拉隆功，我不知道。国王与我，也很像按摩，就是那种古法泰式古法按摩的师傅。今天有哪边比较舒服？想要肩颈舒服还要按摩？我想要肩颈跟当中在讲这样。啊，你的特色是什么？哦，我的特色就是会泰式古法啦。啊，怎样的古？就是会跟你讲一些比较古老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一个小山村，可以加强一点吗？在一间庙里有一个小和尚跟一个老和尚，于是这个老和尚，我想要真的和尚说，不要听故事。这件我自己也觉得像功夫装的，这件好像已经不是像了，它就是吧。对，但这有牌子吗？还是你是在那种传统市场里面买的？这无印的。我真的没看过哎、欸，我想买的是它这布的颜色，因为它其实是有那种棉麻的，有没有？所以棉麻的它就比较透，但是在你的肤色上面反而变成一种光泽感。因为那时候挂在那边的时候，就在那边被风吹的时候，看到那个亮光光泽，就这样闪，人家在笑你，过过这样。对对对，那这个实穿有口袋。有实穿的口袋啊，有口袋就是实穿。对啊，而且这种去那种中国风的餐厅，你就可以穿。你有在搭配餐厅决定要穿什么衣服？我们家的人都会这样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你这样不能像员工吗？会啊，长辈的服务生。大师评论 ，Jackie Chan， 我犯了一个全天下的人都不会犯的错，就是学这一段，这段不用，这段应该不用穿这样。压轴出场就是上一期很多人在问的列装，有一次我们去市里，去基隆逛夜市，然后就很多东西，很多风景全部塞进来，然后就是那什么包包啊，全部都放在这里，超多的，鼓成这样，然后边走边成像一个很大的球在后面，然后边说这真的很实用，真的很实用，然后全部人买都塞，然后整个人就变成像飞到上面，口袋极大成的一件衣服。超喜欢口袋，我这可以放手机、钱包，然后这些都放家里钥匙、车钥匙，然后这个是可以去 Costco 那种。对，然后刚那个衣服拿来放好啊，好放塞，放塞，放塞。第一件，好。哎，这真的是 T 打的一件衣服哎 ，T 打，他有看过广告吗 ？T 打 ，T 打，可以对不对？真的好猛哦！啊，这个塞真的很厉害哦。可以啊，对，可以啊，真的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有掌中真的可以，可以。哎，羊腿，一只羊腿，你还可以把你的乳放在里面吃羊腿，是不可以？这件还可以卖艺，好可以，好，就可以这样去。跨界修旅行的背包，跨界修旅行的背带，你就是在这家买到10000块变 VIP 的吗？对，哎、欸，但是我这要澄清一下，为什么我会买到10000块？有故事有洋葱吗？有洋葱，没有，那时候是刚好是母亲节，然后他就看到一个可爱的包包。然后我就看价钱，哇靠，宝宝一个要3700，跟我妈喜欢啊，母亲节啊，所以我就买给我妈。然后后来我妈又说她想要包色，
嗯、然后店员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们现在已经7000多，你要不要直接凑10000就 VIP， 然后现场打8折啊？这样你不凑，这样你不凑。”然后这件本来3000多，但是打8折啊，就变2000多，然后最后还差1000多块，就再买那个小帽子。对，就是因为这样买到10000。所以你是不是只要听到什么八折或者买一件怎样的，你就会想要凑？因为一件而已，要不然。因为如果 没打折的话，这样买很贵啊，打折差超多的、欸。因为打折我这样买4样东西，然后10000；如果没打折，这4样东西快20000哎、欸。没有吧？但我数学白痴。没有、啊，我不知道，我就是在催眠自己。然后下他的口头禅就是不买对不起自己，就不买对不起自己哎、欸，又真的想要，但是我现在已经完全改变自己了。我已经很久没有买东西。解释了，解释了。大师讲品，这件真的就是小屁孩的猎手，他会偷爸爸的枪去里面打乱打小羊的那种。谁会这样的、啊？他《葫芦仙记》里面那种很小小小的那种混混屁孩啊。哦、oh.。郭华，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妈妈，我只是要跟朋友出去而已啊。早点回来哦。为什么要吼脸？